所有的观众朋友，我是廖小军。不管您身处在何方，在今年大年初六，也许您已经知道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罹患了罕见疾病的生命斗士律师陈俊汉离开大家了。他今年只有40岁。陈俊汉律师是新竹人，他身为又是律师又是会计师，身心障碍政策的倡议者，他现在是中研院的法学所的博士后研究员，从小罹患的脊髓性的肌肉萎缩症，但是他仍然认真好学，先后曾经在台大的双修会计系跟法律系，哈佛大学法学硕士以及密西根大学法律博士，他也得到台湾律师高考榜首，也成为美国律师的资格。生在新竹的陈俊汉，父亲从商，妈妈是个家管，在他出生之后不久，他被诊断出患有 SMA， 这是一种肌肉会逐渐萎缩无力，最终会影响到呼吸的罕见疾病。医生当时判定陈俊汉很难活过3岁。他曾经被医生放弃，也一度判自己死刑，但是他奇迹似的走过40个年头，甚至远赴海外念书追梦，现在还要帮助更多的台湾身心障碍者争取权益。而在考大学决策时，当时考大学学测，因为陈俊汉无法用手来答题，于是向这个大考中心来申请，看他能不能用口述的方式，那么他人代笔来作答。这个要求被强硬拒绝，大考中心认为陈俊汉只能够用录音的方式作答。陈俊汉当时的感受是，他们其实就是看不起你。当时台湾普遍不相信障碍者学历，觉得他80%是来凹特权的。但事实是，使用录音不但检查答案时得反复倒带，写中英文作文时更必须要一气呵成，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数学科，陈俊汉无法写下公式或绘出图形来计算，只能够全凭他的心算。我想这过程里头的辛苦，唯有陈俊汉的妈妈最能够了解，最能够感受。不过过去这段时间里头，他提出了不少的政见，包括第一个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法，当时因应整个时空的环境做出适当的修正，来达成保障身心障碍者的最大目标。其次，他也曾经提到无障碍环境的建构，不只是为了身心障碍者，也为了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第三，他推动长照 3.0， 让现在的长照 2.0 之上进一步可以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去做修正跟做进一步的回馈。推动长照 3.0， 让障碍者有机会在社区中利用人力支持等制度来达到自主生活的目的。当然，第四，他提升了罕见疾病的预算，他提案健保署合理成长罕病的预算，这个都是未来他希望在国会当中可以去进行倡议化为具体行动的，让罕见疾病的患者能够有及时的保障。这也是他为什么提升罕见疾病的预算的主要的关键性原因。不过今天这个不幸的消息带给大家更多的省思，因为40岁的陈俊汉，他患有先天性的脊髓性的肌肉萎缩症，他无惧病痛，他的一生攻读台大法学所，包括了法研所之外，也攻读了，也取得了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硕士，密西根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学位。他长期更是钻研国际人权、身心障碍政策跟法律，所以被称为生命斗士，台版非常律师。民进党在2024年邀请陈俊汉列为第16名的不分区立法委员，他即便不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不过他依然认为无论当选与否，他的初衷不会改变，会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位置尽他最大的努力，争取对社会弱势权益的保障，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选能够让社会注意到有更多的弱势者、罕见疾病者受到很多的限制而没有平等的机会，希望透过他的参选，透过他未来的争取，可以让这些人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然，陈俊翰最近受到瞩目，是因为先前中国媒体人王志安曾经在网络脱口秀《贺龙夜夜秀》里头提到，台湾造势场合像一场秀，把残疾人士推上去煽情。当时主持人的揶揄的说法引起社会上极大的争议。陈俊翰当时曾经说，中国连选举的自由都没有，却嘲笑台湾民主自由的选举方式，相当荒谬。他们的民主自由发展已经30年了，任何人不管是障碍者或非障碍者，只要有理念与想法，符合年龄，本来就有参政自由的权益。这个就是陈俊翰。陈俊翰的所言所行，40年来他没有放弃自己，未放弃自己的更包括他背后妈妈的力量。陈俊翰40年来他辛苦有多久，妈妈辛苦都有多久的时间。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留给大家非常多的省思跟震撼。当然，监督立法院改善身心障碍者相关的权益法规，怎么样进一步去改善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就业环境，我相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接续陈俊翰精神必须大家要迈开步伐必须要走的道路了。现场的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今天看到这个场面，真的很感动。坦白说，今天是我人生中参与的第一场大型的造势晚会，献给了民进党的守护台湾之夜，我觉得很光荣，就跟在场的每一位一样，你说对不对？我是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候选人陈俊翰，正如你所见的，目前的我只有眼睛、嘴巴，还有一些手指末端有些微的动作，几乎是全身瘫在轮椅上。有很多人会说，命运对我很残忍，让我从小就罹患这样的疾病，受到很多病痛的折磨，而且还有很多次都徘徊在生死关头。可是我觉得上天对我还是很眷顾的，因为身体的这些疾病让我很深刻地体会到生命的价值，让我更去珍惜我所拥有的一切。在一路走来，虽然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可是我很感谢在这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认识或不认识的贵人伸出手帮我度过了这些难关。我知道在台湾有超过120位的身心障碍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的幸运，有追求自己的梦想、实现自我的价值的机会和权利。所以我知道自己的身上背着很大的责任和使命。在这一次参选之前，其实我是一位完完全全的政治素人。在民进党的不分区名单公布的那一刻，有很多亲朋好友问我为什么会选择走入政治。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从大约半年前赖副总统他召开了好几场的国政记者会，提出了他对于台湾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其中的国家希望工程包含的对于台湾所面临的不管是两岸、国防、外交、经济、教育不同领域详尽的政策规划。那在这里面让我特别注意的就是他提出了要打造台湾成为一个公益的社会、温暖台湾的理念。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对于社会的弱势族群，特别是儿少、身心障碍者还有高龄者的保护、照顾和权益的保障措施。这和我过去一路以来都在努力的促进推动对于身心障碍者和罕见疾病患者权益的保障是相同的。因此在我受到民主进步党的邀请的时候，我便答应了接受征召，成为整个民进党不分区团队的一员。也有人问我说，可是我又不在不分区的安全名单之内。可是我想告诉各位，
对我来说，无论当选与否，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我当然希望有机会进入国会，利用自己的专业去推动一些法案、政策和措施的改革。可是即便我没有办法当选，这也不会改变我的初衷。我会在任何的位置上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促进对于这个社会弱势的人权益的确保。我希望我的参选可以让社会上注意到，其实在你我的周遭有很多的弱势者、身心障碍者，还有罕见疾病的患者，不论是受到环境或是制度的阻碍跟限制，导致他们没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我相信赖清德总统和萧美琴副总统未来如果能够当选，民进党的执政团队还有国会提出的立法委员一定能够让台湾的社会弱势者的权益获得更多的保障，让台湾的人权能够向前更加的迈进，你说对不对？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决定台湾未来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大家都知道，现在世界上除了有俄乌战争，还有以哈战争，两场战争还在进行当中，而且整个世界局势面临着冷战结束以来最紧绷的时刻，民主的阵营和威权的集团间的对抗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我相信台湾必须要选出一位具有完整的中央、地方、行政历练的领导人，还有提出完整的政策规划，才能带领台湾走入国际，稳健向前。而且更重要的是，除了支持我们赖清德副总统成为总统之外，在国会中如果要能够落实总统和行政团队的政策，必须要有国会的多数作为整个行政团队最强的支持后盾，才能够推动相关的法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取得国会的多数，台湾的未来可能必须面临空转内耗，甚至政局动荡不安的风险。所以我在这里要深切的拜托大家，在1月13号的时候站出来，把你手中的总统票投给二号赖清德、萧美琴，然后区域立委支持民进党在各地所提出的最优秀的候选人，服务地方的民众，然后还有政党票支持六号民进党所提出最专业多元的团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一年18班的陈俊翰。其实要再度的上台，我心中在经过多次的犹豫和挣扎，但想想如果我的经历确实能够对同学们产生些许的帮助，那么我着实非常乐意再次陈述个人成长的点滴。我自小便罹患的肌肉萎缩症，除了四肢的活动受到限制外，身体的状况也不如一般的小孩子，所以童年中大部分的时光都是在医院中和针筒药罐为伍。尽管妈妈曾遍寻国内的名医，甚至多次不辞辛劳的带我到国外，如美国和日本各地求诊，但医师诊断的结果都是同样的令人失望。医生甚至曾经告诉妈妈，您的孩子大约只有3到4岁的生命，这对一个母亲而言是多么大的打击。但是
妈妈从未放弃过丝毫的希望。就在她细心的呵护和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让我得以一次又一次地走过了生死关头，平安地度过每一个危险期。这其中，小学六年级的那场大病，是我生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捩点。在星光医院的加护病房内，我全身插满了管子，只能依赖呼吸器和静脉注射来维持生命现象。在那一段日子里，身心备受煎熬，让我多次有了放弃的念头。我想，与其如此痛苦地活着，增加自己和家人的负担，不如就在这里画上人生的句点。但妈妈和老师在耳边深深地呼唤着我的名字，俊汉，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看见妈妈为了我而日渐消瘦的面容，让我十分的心痛。我告诉自己，你一定不可以轻易地让病魔击倒，让母亲更伤心。就这样，两个月的时间，我熬了过来。也许是多次历经生死关头，让我也常常惶恐于自己会不会在熟睡中就因缺氧而一觉不醒，没有明天。因为我的左肺已在多次的感冒肺炎中丧失了功能，所以我十分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每一分钟，努力地在学习的路途上充实自己，竭力地做好每一件我分内该做的事。我深刻地体认到自己的身体障碍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那么就该坦然地面对，建立起乐观的想法，让自己的生命过得充实又有意义，绝不带着任何的遗憾而离去。如此才能为自己的生命挥洒上更亮眼的色彩，这是我给自己最大的期许与鼓励。希望同学也都能和我有着一样的信念，把握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刻。谢谢大家。各位同学，还有各位在场来宾，还有陈妈妈，你们好。陈同学，我想请问你的就是，刚才我听到你说你那时候身心都已经到极限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是因为有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师长鼓励你，而使你有了求生的欲望。可是我想请问你，就是你现在是为了你的妈妈还有那些关心你的人而活着，还是说你对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你想看的东西还没看完，而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呢？谢谢。我想正如同我刚说过的，我还深刻地体会到对生命延续的羁绊和不舍之情。当然，在我生命的过程中，除了父母之外，也是有许多周遭的师长、同学还是朋友们，他们不吝惜地伸出关爱温暖的双手，才能让我走得如此的顺利。我想若不是他们，我的生命也将失色不少。所以我努力地活着，我想是为了自己，也为了更多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谢谢。同学你好，请问一下，是怎样的理念让你对老天爷对你这样的安排然后没有任何的怨言？好，谢谢。当然我也曾怨恨上帝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平，既然已经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为何又让我得到这种罕见的疾病？但一路走来有家人陪伴在身旁，而且在医院中我看到了更多
有我更加可怜的病友。我想比起他们，我是要幸运的多了。现在我已不再怨天尤人，为了父母，也为了我自己，我应该活得更坦然才是。我想，这也是妈妈给我的力量和启示。所以我总坚信并秉持着生命是活的，端看你怎样去经营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人生。我并不感到有任何的遗憾，毕竟我已经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有周遭关心我的师长同学们，我也感到十分的满足和幸福。谢谢大家。陈妈妈，陈同学你好。我想问陈同学一个问题，就是以他的聪明才智还有他的求知欲望，应该可以选择更好的学校。那为什么他会选择新竹高中？他为什么不去考北联？然后他念新竹高中这么久以来，他对新竹高中的印象是什么？认为新竹高中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谢谢。那我想请问这个同学，你觉得新竹高中有什么不好的吗？你如果真正肯读书的话，还是要靠自己的，你不能指望学校要达到怎么样的环境，然后来让你可以读书，那样是没有办法自动自发的学习的。然后我进了省中之后，那给我的感觉就是省中的老师和学生对我都非常的关心，尤其是一年十八班的同学。我想我以身在省中为荣，以身为一年十八班的一员为荣。我想请问一下陈同学啊，就是平常我们都知道你读书很辛苦嘛，那知道你在平常休闲的时候都看电视啊，然后假如有的话，想请问一下你最喜欢哪一个女明星？谢谢。我平常大概没有特地喜欢哪一个女明星，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想我妈妈应该就算最伟大的一个女性。